主席请部长。部长请。小伟你好。哎，部长哦，我想跟部长请教哦，这个你们在讲的这个口号哦，机会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哦，我们的假设就是说机会最大化就是让更多的钱进来嘛哦，所谓的风险最小化就是说我们要经由一定的管理机制哦，把相关的可能会衍生的政治上的风险或者是其他的安全风险把它极小化，是不是这个意思？是的。那请问我们现在的管理机制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目前进来之后我们会定期看他的报表，定期访问他，这是我们在做的工作。那是哪一个单位要做这个进来之后的？是投审会。投审会。那请问投审会，投审会现在的这个专门在处理，其实投审会到过去为止，因为我们对中资限制比较多，虽然是处理外资的个案比较多，对不对？我个人报告，目前投审会大部分的业务都在处理，都是处理入资的事情，处理或是到对岸投资的事情。哦，现在大家都是在处理入资，就两岸的关系。那你现在这一波开放以后，你这一波开放以后，是不是他们的工作量会大幅的提升？我们基本上觉得，假设来台投资金额会增加的话，那么量应该会增加一些。现在不只是金额增加的问题，现在是内容更广泛，所以我们要去监督，我们要去做管制，我们要用更严谨的标准去确保这些投资不会危害到国家安全，需要做的工作量其实是增加很多的。我们的假设是这样，如果你们真的认真的来扮演这个管理的角色的话啦，哦，那你们投审会你们的人员编制有没有因应可能会来的这个风险，有没有做相对比例上的增加？我跟委员报告，这整个的后续的管理工作牵到了不止投审会，投审会是一个整合的单位，他可能有一部分牵到产业部门，产业部呢，我们产业主管机关就会跟着进来，因为他们比较了解这个产业的需要，跟了解产业的行为，所以一并做个处理。那你们的能量有没有？我现在问的就是说，你们在处理这个业务的人员的编制跟你们的能量有没有相对的增加嘛？因为风险增加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啊，对不对？这个中资进来可能会衍生了后续的问题，包括我们很多的产业很担心的，像刚也有委员在问啊，这个旅游业界啊，哦，很担心以后中资进来这个一条龙对他们的产业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们有没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对产业的影响？有没有更多的人去了解产业界的心声？所以我刚才报告过说他是分两部分的，投审是一个整合的单位，但是呢，牵到各个行业的话呢，有各行业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像制造业、就工业部门，嘛，各行各业的几乎都在经济部嘛。不是，服务业大部分都不在经济部哈。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旅游业，就是在交通部，这我知道。是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而且我也要做一个要求了哦，就是说要因应这个中资进来台湾可能会衍生的相关的争议跟问题，而且要面对民众所担忧的，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可能涉及到对我们产业的冲击问题。我是认为，而且我是要要求行政部门应该要相对的提升处理的能量，包括这个人力的编制也好，包括开会的次数、开会的频率。像现在投审会多久开一次会呢？投审会目前在审查是一个月一次公开审查，那就讲那你们打算以后都还是用一样的形式吗？我报告两点，那是开委员会一个月一次，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案件比较小的，那授权投审会进行处理，那就不需要用开会的方式处理，所以分两个机制。好，那你们现在在处理的标准，这个在处理中资哦，中资也分两种哦，一种就是中国的民间资金哦，就是这些我们事实上也可能想要进来这个旅游业啦，想要进来。想真的是从赚钱的角度想要进到台湾的哦，那另外一种中资就是他们的主权资金哦，就是国家甚至是军队的这个资金。你们这两种不同的中资有没有用不一样的标准在看待？我跟我报告，目前我们不容许这个有军方背景的资金到国内来，这是我们的规定。不容许，但是有没有任何机制去了解资金的背后有没有？我们会透过一些管道去查证。你们有什么样的管道？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调查的机制？像中国他不承认我们的公权力，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去了解资金的背景？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打个比方，国际上有些征信的单位，我们可以请国际征信单位来帮我们查，这第一个。第二，我们请驻外单位来帮我们查证，比如打个比方，我们请驻香港的部门来帮我们做相关的查证工作，我们会做两个事情的处理。不过你也知道驻香港的部门哦，这个能量毕竟还是不足的哦，应该是在国际上，例如说
美国对他们这个中资进来，他有 CFIUS 哦，他有他的审核部门，其他国家应该也是有哦。就刚刚那有没有跟其他国家的这些有没有建立正式的体制化的或是一种经常性的哦 institutionalized 的这些机制来对中资的来源以及中资它背后我们讲的所谓的民间的资金背后有没有涉及到军方或者是国家资金这个问题，有没有国际上的已经 established 的这个 institutional 的机制？我跟委员报告，因为两岸关系很特殊，会对陆资做特殊管理，大概只有我们台湾基于安全的考虑。不会啊，不是只有台湾啊，很多国家对陆资都是有在管理的啦。那是少数的个案，那不是很多国家，那少数的个案，美国也有，印度也有，哎，那个最近那个冰岛哦，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都是少数的个案，很多国家都有对中资是有特别的顾虑的。而且这些国家甚至是没有中国用飞弹一天到晚在威胁，对他的主权有企图心，但是他们也知道要用更严谨的标准去看待中资，否则华为怎么会要进到美国的某一些特定的电信产业市场？我刚才跟委员报告是说，对某些特殊的个案会采取特殊的方式，但一般的投资他们不会这样处理的。可是你们不能够只是用两岸之间的标准啊，我们的能量不足啊。所以刚才提过说，我们会用两种措施嘛，一个是说会透过国际上的一些征信的单位、征信的公司来做帮我们做把关的工作，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请驻外单位来做处理，但驻外单位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我们也了解。所以你们也不打算增加你们处理的编制跟能量了吗？就是照过去的模式了。因为目前整个行政部门的人力相当有限哦，那是属于一种没办法扩充的阶段，在现况是这个样子。你们没办法扩张你们风险管理的机制，但是却能够把这个可能台湾暴露的这个风险能够让它增加，这个我们基本上是采事前跟事后。你们没有相对的配套机制吗？我们采事前跟事后，就我们没有准备好吗？我们采事前跟事后。事前就刚才提到了，我们所有行业要如何开放都有一些规定在里面，也不是全面性的无条件开放，是都是有条件的，这叫事前。不过这个相关的风险管理机制哦，是没有能量没有提升的话，真的很多国人还是会担心的哦。那等一下我现在要请那个工程会的是副主委嘛，谢谢哦，谢谢哈，部长，谢谢谢谢谢谢。副主委请。肖委员好。副主委，我前几天有在这边主委来做报告的时候也有进行咨询，也是同样的这个议题哦，有关这个中资到我们公共工程这个投资的问题哦。那我今天看你们这个报告哦，短短的两页再多几行的字，我这坦白讲我真的是非常的不满意啦哦，因为这个是人民非常关心的，我想投资公共建设这个对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你们在这个报告里面却完全没有提出你们的风险管理机制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失望，让人民的疑虑会更大。那中国我们众所周知在全世界投资公共工程也带进了他们的歪风哦，包括这个不当的这个劳工法定的这个破坏哦，包括贿赂的歪风哦，就算他没有承揽我们的工程，但是有将近50%的持股比例，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而且我要请问你哦，像你们要开放桥梁、隧道，甚至快速道路，这些有利可图吗？无利可图的，他为什么要进来？他可以赚钱吗？他为什么要进来？以后我们会不会哪一个人要选举要靠中国，说地方哪一个公共工程没有钱，政府说没有钱，好，我去找中国的钱进来办啊，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你们这样子开放，而且根本就不是有利可图的，他们要赚钱你起码知道他的动机在哪里啊，无利可图的一样，他的动机大家也都应该知道，就是政治企图嘛，我们没有任何的防备机制啊，没有任何防止他这个政治的势力延伸到台湾的社会，到台湾的各项的大大小小的公共建设里面来啊，市区快速道路、桥梁、隧道，像无利可图，他为什么要来承揽？为什么没有一个其他的外国他要来投资这些？他要来投资的外国公司，他会进来投资我们的捷运，会来投资我们的高铁，因为他认为他以后卖门票哦，他以后卖票好、哦、车票，他钱以后慢慢赚得回来嘛。那请问中国要投资我们的地方的快速道路，我们地方的一些
一些公益性的公共建设，它的企图是在哪里吗？为什么要开放这几项呢？是我跟那个台湾有这么穷吗？我们的快速道路盖不起来吗？没有中资就盖不起来吗？他的企图很明显嘛，他投资这几项企图很明显嘛，你们有什么配套措施啊？你们报告里面完全没有啊，这让人很失望啊。你们现在就急于开放，但是配套措施是什么？怎么防止中国的政治势力竟然影响到我们他的歪风，他的贿赂的这些，他在其他国家公共建设好，投资的过程里面所带来的这些歪风，如何去阻止？我们完全都没有嘛，这很让人失望啊，这很让人民担心，就是在这里嘛。你们急于开放，但是没有配套啊。我也知道时间到了，但是我真的这个报告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了。